同学们，现在啊，天气也越来越热了，学校决定啊，给大家发雪糕。真的吗？老师，快发，快发！老师，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口味吗？来，把你们试卷都拿出来。这发雪糕还跟考试成绩有关系啊？当然了，天下哪有白吃的东西啊？不得付出努力吗？老师，我考了60分。60分刚及格，那我就给你一个纯冰糖吧。老师，我98分。那行。那这个奶油雪糕就给你了啊！成绩越高呀，这个雪糕越好吃。那我这成绩，阿狗，该你了。老师，你等我一会儿，马上就来了。这好汉考了60分，是个老冰棍，这50分可咋办呀？有了，我改成500分不就行了？这样不就行了？能领好多好吃的雪糕了。老师，我来领雪糕了，给，这是我的试卷。啊，我怎么才来呀、我看你的试卷，500分。对呀、我平时表现好，老师奖励给我的。二狗当我是傻子吗？满卷子的差还500分，想吃雪糕是吧？那我给你做一个。你这考了这么高，应该吃最高级的雪糕。你稍等啊。来，二狗同学，这个就是你的雪糕，最高级的雪糕。哇，这一看就是最高级的雪糕。这是香皂啊！哼，让你再改试卷啊！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小样，我治不了你了。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